大家好，我是游戏穿梭时空里的馆长兼吉祥物，今天要来带大家了解本专题的制作以及玩法。首先，我们的游戏是将高雄历史博物馆结合实境解密包，最特别的是游戏过关后会跑出108课纲历史的相关知识优，让大家在边游玩的同时边学习历史，正所谓寓教于乐啊。小史小史，我想问这一包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实境解谜包，里面有关于游戏玩法以及故事说明书，还有一些辅助过关的道具哟。这边有 QR Code 可以下载程式来进行游戏耶。为了让游戏更有趣且环保，我们将游戏结合手机 APP， 可以让玩家更方便的操作，还可以减少纸张的浪费哟。这里有三包游戏包耶，有什么特别吗？三包分别为不同的版本，有初阶、中阶、高阶，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难度和故事内容，最重要的是题目也会依据难度去调整，可以根据大家对历史的了解来进行挑战，而且游戏不分客群，可以多人组队一起动脑破关。游戏画面内含有历史博物馆地图，可以指引玩家游戏路线。我们运用馆内许多的设施，让玩家可以与历史博物馆有更多的互动。小史小史，这里跳出一个画面，是108课纲历史的补充知识哎。真有趣，让我想要多过关卡来了解更多的历史耶。边玩还可以学习到历史，真是太棒了。此游戏希望能为高雄历史博物馆带来更多观光客，透过创新的实境解谜游戏，可以增加在此地的观光人潮，希望未来能够让高雄历史博物馆在2024年博物馆旅游年大放异彩，抢夺先机。